正经的提升容器通常采用灌笼。这是单层灌笼示意图，灌笼两侧设有灌耳，使灌笼沿着安装在井口内的灌道滑行，保持灌笼的平稳。灌笼内设有挡车器、阻车器和停放矿车的轨道。灌笼上装有防坠器，以免钢丝绳断裂造成坠轨。